的吹来。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赌，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。为什么有的男人在离开你之后会喜欢上比你条件差的女人？举一个例子，当他事业失败的时候，你会对他说，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这个项目不靠谱了吧，你不要去做，你看现在被骗钱了吧，活该。但是呢，那个女人会安慰他说，你不要着急，我知道你这样做都是为了我才这么拼命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看，这就是区别。其实啊，男人要的很简单，无非就是一个温暖的家，一句暖心。寂寞所伤